你知道世界上有哪些又贵又好吃的顶级螃蟹吗？阿拉斯加帝王蟹。阿拉斯加帝王蟹体型巨大，而且味道非常鲜美，但是捕捉难度非常高，产量非常稀少，所以价格也非常昂贵。俄罗斯帝王蟹。俄罗斯帝王蟹生长于俄罗斯寒冷干净的水域，肉质也更加鲜美，而且俄罗斯帝王蟹是越小越贵了。澳洲皇帝蟹。这种螃蟹主要产于澳大利亚巴斯海峡，体积非常巨大，可以让你体会到蟹肉满满的感觉，而且味道很鲜美。椰子蟹。椰子蟹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蟹类，其以肉质鲜嫩而闻名，但由于人类的疯狂捕猎和生存环境被破坏，已经成为了面临绝迹的濒临动物。澳洲水晶蟹。澳洲水晶蟹是一种产于澳大利亚的珍稀蟹种，澳大利亚政府对水晶蟹的捕捞严格管控，出口量非常少，一般只能在澳大利亚本地才能吃到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海鲜。黄油蟹。黄油蟹是我国的一种名贵蟹种，黄油蟹的质量会受到气候以及环境的影响，而且生长期非常长，所以非常珍贵。黄油蟹在生长期内，蟹膏会分解成金黄的油脂，渗透身体的各个部分，蒸煮后浑身充满黄油，非常诱人。日本松叶蟹。松叶蟹主要产于太平洋的海洋底部，捕捉非常困难，加上肉质鲜美，特别是冬季的松叶蟹，蟹膏与蟹黄简直美味无比，在日本被人们作为顶级美食。英国面包蟹。面包蟹主要产于各国沿海地区，我国沿海地区产量很少，面包蟹肉质鲜嫩，而且是蟹膏含量最多的蟹种之一，在全国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。日本红毛蟹。红毛蟹是日本三大名蟹之一，营养价值极高，因为各国封海期的原因，每年产量较少，进口价格昂贵。台湾老虎蟹。台湾老虎蟹有着与其他螃蟹截然不同的外表，是产于我国的顶级海鲜，因为其外壳非常薄，吃起来非常方便，肉也非常多，肉质也很肥美，深受国内外吃货的喜爱。这么多顶级名蟹，你觉得哪个最好吃？请留言告诉大家。西瓜视频。